你怎么这么晚？怎么样，明明睡了吗？睡了。又给明明做鞋呢，不是还有的穿吗？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。哎，郑秋，你和王立文到底怎么样啊？明明的事儿，你想一直瞒着他吗？先瞒着吧。一旦他知道你带着个孩子，你们俩……所以，我也不敢答应他呀。是个丑事儿啊。故宫宝贝外逃，东北军丢了东北，还想继续放弃北平。喂，李院长，我是汉卿啊。哦，少帅你好，我也刚刚看到报纸啊。不知道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啊，我们故宫现在也很被动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会不会是袁秉章把消息捅给了报社？南京方面对此行动一直是秘而不宣，就有人唯恐天下不乱，肯定是从我们这边走漏了风声。易院长，您在会上已经三令五申了，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居心叵测的人大有人在，所以要防夜长梦多呀。叶和兄言之有理啊，当务之急是尽快完成装箱工作，做好随时外迁的准备。对了，这个新定制的木箱哪天能到？哦，我让于同济他们再催一下厂家，越快越好啊。好，院长，这两天啊，豫章、志良还有若思、丁阳他们用咱们买的普通瓷器反复试验，博采众长，总结出了一套稳准格紧的打包装箱方法，能够确保文物的装运安全。走，去看看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故宫要外迁，凭啥骂那东北军？要我说，就该去那顺天时报社找那姓金的记者说道说道去。我觉得报纸上说的对啊，这故宫的宝贝就应该留在北平。这东北咱们已经放弃了，咱们不应该再放弃北平了。说的没错，北平不能丢，咱们东北军都让人给骂成啥样了，真不能再当缩头乌龟了。那是咱们想当啊，那是上面不让抵抗啊。就是上面上面上面又上面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陈海瑶、关罗二阳，大哥死这发牢骚有用吗？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把自己本事练好了才能把任务完成。先听我口令，每人300俯卧撑，开始。大哥，为啥要防呢？400。不是，大哥，我说到啥？400。大哥，600。陈总，行动好了吗？来。好了。来。把这个打包走。院长。啊。咱们呢，现在用这些旧的木箱做一个实验，看看这个方法是否安全。嗯，当场试验一下。嗯。好。哎，志良。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稳准格紧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稳整，指的是一定要小心；所谓准整，指的就是所有的方法步骤一定要准确无误。那格和紧呢？紧啊，就是说每捆瓷器啊，捆绑的时候一定要紧紧的捆牢，当然也包括其他打包的文物。对。嗯、而格，指的就是隔离，每一捆瓷器之间一定要用棉花和稻草的骨壳紧紧的塞紧。嗯，这比景德镇转运瓷器的方法要牢靠多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等于给文物提供了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，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破碎，对吧？好，等新定制的木箱一到，马上组织装箱。易院长，我们决定用这些油纸来包装书画，为了防止在途中被雨水冲刷。你看看这只。哦，我看看。嗯，挺好挺好。院长，
这些文物一旦迁出宫外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非常理解大家对文物的感情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？暂时的迁出是为了对文物永久性的保护，大家放心，一旦北平安全，所有迁出的文物一定会回到故宫的。主编啊，您找我。夏金啊，请坐。哎，这回我可是要给你记一大功啊！我接了一天的电话，收了一大摞的好稿子，其中不乏有北平的文化名人的来稿，他们都表示了对故宫的一种愤慨之情。真是难得，平时这些人的稿子可不好约啊。可不是嘛，啊，你看，这是刚投来的新诗，古都依旧在，何须文物迁？你看看，这诗写的真是一针见血啊。是啊，还有胡适说，何处是净土？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的安全，这才是有良心的学者啊。主编，是啊，好稿子太多了。主编，这是北平的大事，我认为咱们也应该辟出一个专栏来，专门来报道这些事情，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好，非常好。哎，那拿去抓紧编辑。好。诸位记者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医院长，故宫文物迁离北平，就能够保证安全吗？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多少文物葬身火海。后来八国联军在中国大肆掠夺，又有多少文物被他们掠走？如今，日寇气焰嚣张，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呀！我们绝不能让中华国宝遭受劫难的悲剧重演。易院长，现在日军还没有打到北平，故宫就带着宝物率先逃跑，这对军队和人民的影响你们考虑过吗？我要明确地告诉你，这绝不是逃跑，而是对文物更好的保护。故宫此举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大家应该明白，文物绝不能做战争的赌注，国土丧失，终会有重夺之日。文物被毁，永远不可复得呀！只要文物在，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，中华文化的传承也不会断，中华民族必有复兴之日。对，说得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知道的你这是在切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拿着刀要杀人呢。那怎么办啊？有你说话这点功夫，你都把我教会了。嘿，我都教了你两天了。啊，先别切。好、哦，大小姐、哦，咱先单手拿刀行吗？单手？嗯，这刀很重的，一个手我都拿不稳啊。那你还学不学啊？学，你试试。那、啊。好啊，右手拿刀，左手按着菜，就这样侧着切，一片一片来啊。哎呀，丁瑶，你可真不错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，真的是个好女人。来吧，你来试试。来，我试试。嗯，右手拿刀，左手按菜，按菜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行吗？行，反正你慢慢切吧啊。不是，你这样哪根筋不对了？怎么突然想起学做饭了？这每天上班的你还嫌不够累啊？突然就想了呗。
在军队里边对文物南迁的意见很大，学术界也是意见不一，老百姓啊更是直接开骂，多难听的话都有，医院长的压力很大呀。现在刚开始就这局面，以后会更难。哎，那依你的意见呢？我们这个打仗讲究的是谋成于密而败于泄，三军之事莫重于密。师妹啊，这因为故宫的文物要外迁，现在外面整个北平全都闹腾起来了。那些目光短浅的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不过故宫的决定是对的，只不过文物迁走之后如何安置，这倒是个大问题。放眼当下，觊觎故宫文物的人有官有匪，最甚者当属日本人了。师兄，想不想跟我干一笔大买卖？此事非同小可。生逢乱世是我们的不幸，可以是我们的机会。如果干完这一单，可保我丹青会百年基业长盛不衰，不知师兄是否愿意冒险？成功戏中取，富贵险中求，我定会追随师妹。范先生，久闻丹青会的生意遍及大江南北，我真心诚意的希望能够跟贵社合作。有王署长的面子在，任掌柜想把生意做大还不容易啊。以后丹青会给你提供货源，保你发财不愁。有钱大家一起赚。颐和斋以书画为主，任掌柜喜欢谁的作品我去给你找啊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宋明时期的书画作品，不过我不局限在那个时期，只要是有价值的我都想收。有魄力。听说这个行业里面的假货还是很多的，不知道丹青会对此怎么看啊？任掌柜放心，我们丹青会出来的东西保真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仿品。哎，丹青会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听说丹青会的仿制技术非常的高超，能够以假乱真。这是一派胡言，这是对丹青会的诋毁。以后我给任掌柜的货如假包换。那我就先谢谢您了。这都是王署长的面子。哦，那王署长也谢谢您啊。没什么面子。哎，不知道丹青会对合作伙伴有什么要求呢？任掌柜是王署长的朋友。哎呦，这还有什么要求？没要求啊，没要求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丹青会这么好合作呢。我都是按您说的演的，人家说什么我都答应，好演。以后有事儿您言语啊。行行行，走走走。哎哎。给我个解释的机会。其实事情是这样，这个故事我错了。俩字儿，王立文，绝交。哎，红毅说的很有道理，故宫文物外迁这么大的事，要想一点风声不走漏确实很难，但是下一步故宫外迁行动计划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啊。徐森欲去南京落实存放文物库房的事了，从今天开始核心领导小组就是我们四个人啊。哎哎呦，周委员，你终于来了。嗯，叶院长，哼，你们几位也在啊。嗯，
病体痊愈了吗？还是老样子，本来打算在家多歇两天，可我看报纸把故宫写得太不堪了，我在家里啊坐立不安。报纸上煽动了多少无知的人呢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你看鲁迅、胡适这些名家学者对故宫文物南迁也是不赞同。哎，这日军的枪炮已经指向了热河，留给故宫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里逞口舌之争了。这是原则问题，怎么是口舌之争呢？哎，这么多人反对，你们就不顾民意？故宫文物外迁是国府批准的，已经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了。那第一批文物打算什么时候迁出北平啊？周委员，是这样啊，文物外迁条件还不成熟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周委员，既然您身体不适，不妨在家继续休养一些日子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不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说啊，文物外迁这个行动需要分几次才能完成，时间长耗人力，以后有寻达兄忙的啊。啊，是啊，院里也是为了长远考虑。你们这是不顾民意，肆意胡为，为了一己之私，党同伐异，排除异己。国难当头，大家团结对外，何辞之有？现在各位同仁都在忙碌，外面也在给故宫施压，你不但不来帮忙，还来兴师问罪，是何道理？故宫是国家的故宫，不是你们几个人的故宫。哎，不，我们只是故宫的守护者。守护者？嗯。好。老师。现在的社会舆论证明，您对于保护文物的看法是正确的，现在的这种形势对您是非常有利的。外面闹得再凶，到了故宫里面还是一赔几一手遮天，马恒、吴莹、任一和这些人上下呼应，现在我更是被他们排挤出私人核心领导之外了。可是老师，您就放任他们这么任意的胡作非为？国府行政院都在支持他们，民意都可以不顾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倒是，学生之前的提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张兄啊。啊，是我。秦大兄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为了阻止一培基马恒他们的文物南迁计划，我们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，大家推选我呀为主席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林章，哦不，袁主席，这太好了。成立古物保护协会还是你的能量大，一呼百应啊。我要通电全国，坚决阻止北平故宫文物南迁。那祝贺你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好啊，就这样。哎，老师，电话里说要成立一个北平古物保护协会。是。那如果这位袁先生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可以多出一份力。那什么，这个不合适。老师，您就甘心情愿地被易培基和马恒压制着，您就不想名正言顺地带领故宫走向正确的道路？再退一步讲，文物迁出北平，难道还能迁出中国？从征服东北到华北，进而到全中国，对于帝国的军队来说，
那是早晚的事情。老师，机会只会留给那些识时务的俊杰。喂，哎，郑秋啊，哎，其实那个事儿是这样的，那天，郑秋，明察秋毫的秋啊，骗子，笨蛋，送什么不好啊，偏偏送个钟，这下好了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你到底骗我姐什么了？我没有骗你姐，我就是想哄哄她。没想到我弄巧成拙了，那火眼金睛啊，说的就是你姐。不是原则性的错误，都是可以挽救的。哎呀，朱若思啊，虽然性格强，但是很单纯啊，使点小花招就糊弄过去了。你姐不行啊？还不是我姐夫呢，就想使花招糊弄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说我姐，我都不答应。绝对是小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落井下石啊！我告诉你。哎，行了，我找时间跟我姐说说。哎呀，你和若思啊，就是小打小闹，还算顺利。我呢，很嫉妒你现在。我跟若思平时见面都难，你知足吧。那你说你以后你上外地怎么办啊？这不敢想。哎，你说这本田到底能藏在哪儿呢？人我都散出去了，北平这么大也不好找啊。我有一种预感啊，这本田吧，远在天边，应该是近在眼前。你下黑手啊！我帮你呢，我得这人心软，你跟他是苦肉计，他绝对中招。好使吗？别打脸！疼！差不多得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这过分了啊！同胞们，松营的倭寇，也就是日本鬼子，就要打过来了。我们正与日本人进行拼死的战斗，怎么能逃跑呢？不能逃跑！可是故宫里的这些人，他们要把那么多的宝贝牵走。他们要把文物南迁，他们要带着国宝逃跑。那样的话，谁还有信心去抗日啊？那样的话，北平城怎么办？难道要北平城的老老少少都逃跑吗？不逃！不逃！故宫里的这些文物在紫禁城里头，少则几十年，多则上百年呐，那都是生了根的，生了根的。现在要把他们搬出紫禁城，搬出北平，千里迢迢，东躲西藏，能安全吗？能再回来吗？你们能放心吗？让他们滚出来！不能！滚出来！不能搬出去！滚出来！难道故宫里的人都是缩头乌龟吗？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们？出来！院长，院长，大姐先工作，我去看看。哎，院长，我跟你去。现在出去太危险了。是啊，跟这些人你是说不清楚。不出去，会让人觉得我们理亏。同胞们，为了阻止故宫人的疯狂行为，不让故宫的文物迁出北平，我们今天
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，这位就是我们德高望重的原主席。好，同胞们，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将竭尽全力坚决阻止这帮汉奸们的疯狂行动。对，大家如果愿意参加的话，我们将一起为保卫故宫里的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，保卫故宫的文物而出力斗争。对，斗争，出力斗争，斗争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同胞们，欢迎大家参加北平文物保护协会。好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袁主席，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，我看出来大家对您都特别的拥护和支持，希望能带着我们大伙一起保护文物。我将与北平的民众一道誓死保卫故宫文物。袁主席，接下来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？我们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将视事态的发展采取一系列行动，坚决阻止故宫的文物迁出北平。对，既然汉奸们不敢出来见我们，我们就冲进去找他们理论，好不好？对，去找他们去。好，不退，让我们进去。不退，给我退，让一飞进出来。你们听见没有？让一飞进出来。不退，让一飞进出来。给我停，我过来让他。不退。喂。什么？闯故宫？好，我马上来。不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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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退。静一静，大家先静一静，静一静。袁秉章，你也是个读过书的人，为何做事如此不理智？你别急。自古读书人最讲究气节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绝不会让故宫文物离开北平一步。对，文物不能迁走。林培基，各位迈出台。各位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大敌当前，各界都在抗日，为什么就故宫要卷包逃跑？这位先生，抗日的形势多种多样，故宫人保护好文物，不让日寇毁灭我中华文化，这也是一种抗日啊，这叫文化抗日。你胡说，这是你们给逃跑找的借口。你这打倒汉奸，打倒汉奸，打倒汉奸，打倒汉奸。好了，大家听着，打倒汉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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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忘掉，来，来，打倒汉奸，打倒汉奸，打倒汉奸，你刚，你蛊惑人心，打倒汉奸，捣乱治安，你不退。不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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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退！打倒汉奸！打倒汉奸！不退，不退，不退，退过去！我再重申一遍，想抗议，五米之外，再敢冲进故宫，我立刻抓捕！警察也不能抓人，不能抓人，警察也不能抓人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不是。文物不能南迁，不能抓人，不能南迁。去吧。哎，梁主编啊，袁秉章牵头成立了北平民众古物保护协会，通电全国反对故宫文物南迁，今天群众围在故宫门前，群情激愤，头版头条。哎，照片拍了吗？我马上去洗。好的。爸，那些闹事的激动起来不好控制，我还是派几个人保护你吧。啊，不，丽文已经派人在这儿维持秩序了，我没事啊。那个，您让我姐听一下电话。你弟弟找你。啊。喂，弟。姐，是这样，就是我跟王丽文对练的时候吧，我把他伤着了。你替我去看看他呗，我最近忙。这王丽文，不会是在搞苦肉计吧？哎呀，他对你绝对是真心的，你信不过他。他信不过我，我要是敢跟他合起伙来骗你，你把我生活费断了就行了呗。好吧。丽文怎么了？今天可是多亏了人家丽文呢。没事。哦，
哎，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动！我和红衣练拳，我没躲开。你小心一点。我听说今天故宫那边闹得可大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！我要晚去一会儿，于院长、马馆长都得来走。反正故宫那边的事儿，你随时跟我汇报着点。好。哎妈，你为什么对故宫的事这么感兴趣啊？我是对文物感兴趣。哦。来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好吗？妈，我是你妈。四号房三床的病人，你去查找。是，我知道，我一会儿去看一下。梁医生。刘汉，看照片。记着，我是你哥哥任红衣，不是。想起我是谁了吗？天慧，你在吗？天慧，你怎么了？天慧，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脸色也太差了，走，我带你看医生去。我没事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天慧，你要是觉得有什么话不方便跟我说的话，你可以跟任大哥说呀。你千万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闷在心里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。还是这个味道，我以为我再也吃不到你做的东西了。想起我是谁了吗？包子，来水果喽，来看一看啊！鸭梨、苹果，来看一看，五钱不要钱。哎，王处长，您尝尝，又甜又脆。哎，怎么样最近？哎，挺好，挺好的。家里挺好吧？啊，挺好。去应付他们。哎，王处长，你们怎么打枪啊？什么情况？哎，这几天上庙抓共党，这不正跟着一个，突然不见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一个穿长衫、戴着眼镜、长得挺斯文的一个人。早说啊，我看见了，往那边跑了。去看看吧。好，赶紧请您吃饭，王处长。谢谢。谢谢你，别客气。等一下，最近风声紧，你家暂时不能回了。但
暴露了。郑秋啊，以后我们得换个地方接头了。要不然去颐和斋吧。不行，颐和斋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掩护地点，而且我们一直在那儿为党筹办经费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把颐和斋拿来当联络站。郑同志啊，上次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到现在都没有线索。王立文那边也没有线索啊？别提他，闹别扭了。我们本来也没有开始过。郑秋啊，组织以前一直不同意你跟王立文谈恋爱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问题。不过依我看啊，这个人也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，我觉得他本性还是善良的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你可以把他发展成咱们的同志，这样呢你也不会为了自己的感情没有未来而苦恼，你说呢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唯恐天下不乱，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，还不知道这个袁秉章下面要干出什么过激的事情。今天北平的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这个消息。不是，你说这个人简直是，你说无理取闹吗？就没有人能管管他吗？是啊，袁秉章已经成为我们文武南迁的拦路虎了。我怀疑啊，聚众闹事操控舆论，不单单是袁秉章一个人的行为。还是英雄敏锐啊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。于院长啊，你身上的压力最大，所以你得挺住啊。记着，我是你哥哥任弘毅，不是？想起我是谁了吗？如果你真的失忆，为什么看见我会害怕？他到底是谁？我又是谁？只有爱才